谢谢，又到了见证奇迹的时刻。我们今天看到很多魔术师表演魔术，然后我们看到很多魔术师用扑克牌变魔术，对不对？大家可能看到扑克牌已经腻了，想吐了，已经烦了，不想再看到扑克牌。对呀、啊。所以接下来呢，这边还是一副扑克牌，但是跟一般的魔术有点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好，今天除了扑克牌之外呢，我还用到一样东西，这个。打动机，检票，打动机，打动机，打动机，广东话讲打龙机，系啊，系咪广东话？好犀利噶，劲啊！打动机，好，打动机要做什么用呢？我来跟各位解释一下，不是穿耳洞，好，这边有张鬼牌，看着，哇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啊，这有什么好厉害的？就是个打动机 ，OK， 太好笑了你，这很厉害吗？你别管他，别管他，您继续。他今天有点喝了黑咖啡，会有这种。你需要发泄一下，来见你。哎，不要把他当陈小春啊！哇，好像车长小姐哦，显得还蛮帅。看这个，看出一个人的个性，显然也是有躁郁症的人。心理测验节目。好，这证明是一个普通的打动机，对，其他用不到。除了打动机之外呢，我还需要，诚如各位所见，扑克牌。这个叫做扑克牌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是。好。选一张。哎呦，动作这么快。选一张，选一张。给所有的镜头看，给所有的观众看，但是不要让我看到。OK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好看到了。这是一支笔，我希望呢，你在牌的正面签个字，所以正面就是这一面的。嗯。好，签个字，签什么都可以，签大一点。或者是要证明的，就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张牌。不错，不错。好了吗？有创意。好，给我。哎呦，好，笑死我了。好，这是你签的名，你选的。对。好，仔细看。墨水吹干。这样子你不厉害了。没有，我不是要猜这张牌是什么了。哦。我不知道猜这张牌是什么。那你刚刚转过去干嘛？要做什么呢？我要拿这个打洞，直接上面打个洞。嗯，好，大概在这个位置打个洞。但打洞之前，我先跟你讲，这个扑克牌有很多张，你从里面随便选了一张，好，完全是你自由意识。你可能选到这一张，你可能选到这一张，你可能选到这张，你选到任何一张，都有可能选到。对，但是选到这一张，对吧？对。然后这叫什么东西？打洞打洞机。打洞机。打洞机。先打个洞。啊？像这样子。看得出来这是个洞吧？嗯，好，东西在下面晃过去，你可以看得到，它穿过这个洞，看到下面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重点来了，我们常常看到魔术师把东西从 A 处变到 B 处，对，这个在魔术的术语里面叫做转移现象 ，transposition。OK。在这个领域里面呢，最困难的是移动什么东西呢？洞。洞。你说把这个空的洞移到别的位置啊？是搓牌的意思吗？把它搓回来的意思？没有那么简单。接下来仔细看，接下来。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看得出来洞在这边。对啊。对吧？手上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第一步，我先让这个洞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地方来。看得出来洞在这边，对啊，对吧？手上没有任何东西。好，第一步，我先让这个洞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地方来。啊！这么讨厌！还没完哦，还没完哦，接下来仔细看。这是真的洞哦，这是真的洞哦。好，光是这样也就算了，我再拿另外一张牌出来，你没选到的，比如说方块六，好变态哦！我让这个洞呢移到方块六上面，仔细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塞，哇，真的洞，太不可思议了！好，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洞？真的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而这张牌呢，你的签名还在上面，擦不掉，送给你做纪念。刚刚不是打了一个洞吗？看得到你耶，真的是一个洞哎，好神奇啊！天哪，厉害！
这个送给你做纪念。谢谢，可以签个名给我吗？好，等一下再签。